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有请主委。好，那请石主委。好，主委好。是，委员好。好， 我有给主委一份资料，就是这个 NCC 在网络上面，在你们的网页上面的一个说明嘛。好，是，好，这个算是 NCC 的立场。是我们同仁对本案的一个补充说明。那主委立场是不是跟这个是一致的？是本会发的，但不是本人发的。不是，但是机关对外说明的文件。我知道，我知道。那主委立场在这跟这个立场有没有一致？是我们机关的立场，是。是你们机关的立场吗？是。这个叫全民直接重审，中嘉案。我看了以后还以为是媒体的，或是哪个社运团体的。这是 NCC 官方资料，它上面写的嘛。主委说是机关的立场。它里面蛮有趣的，我这个其中第六页了，这个上面有讲，本案申请人亦承诺参与结合事业与其然后不得为四项结合行为，并应于内部成立专案小组控管各项承诺相关事项之执行进度，就包含前面谈了20项，并每年呈报本会，倘有违反者，本会将依法裁处。所以是内部成立专案小组，就说我不太清楚这是 NCC 过去的惯例还是怎样，就说你是要去监督中嘉被并购以后，他是不是跟远传之间，你们有很多20项，里面有很多限制事项嘛？可是你请中嘉内部成立一个小组来控管各项承诺相关事项之执行进度。那请问主委，这有没有会不会球员兼裁判？根本报告，第一个，这不是在本案第一次出现，在大富案就有了。对。第二个，为什么有这个机制呢？是因为中嘉是12家系统的上游，叫做 MSO， 所以必须在中嘉的层级要管控12个系统的进度。主委，我知道你之前就是都是这样在处理，你们之前都是这样在处理。那先找到林俊宪委员说，其实远传已经介入中嘉的人事，我们一定会去调查。那我不相信你们，如果未来这个案子真的成立，他的专案小组会成立这个报，会交给你这个报告，这就要靠立委出来爆料。我意思说，这个监督机制是否可行？这刚才主委一直讲说，我后面有20项啊，可是我把第20项，其中第19条也是讲得很清楚，前面这19项。是不是会执行？也是他内部成立管控机制，然后每半年跟你呈报本会嘛，是不是？根本报告，其实最重要的机制比较大富案呢，最重要的是他的投资进度，以及散在各系统的投资比重，以及各个系统的光节点建设的进度等等。主委，因为你这个网页上面写要跟全民报告，是，全民重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这样监督机制没办法说服老百姓。那第二个，在你的主委，你可不可以翻开，这是你网页上的资料嘛，主委你可不可以翻开你们的第5项，第五个问题，远传电信借由购买公司债之方式投资中嘉网路，我刚才有先给你，抱歉。 我知道你刚才讲尊重，刚才邱志伟委员一直在问尊重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会遵守了，那就是你们的立委在那边放话讲一下，反正我是独立机关，我有我的法律依据，尊重就尊重。那主委，我觉得这是 NCC 现在给人家最大的问题，你要跟全民报告，然后你要求你要监督的机关自己成立内部专案小组，自己监控自己，然后每半年，我把它讲完，我把它讲完。好，每半年跟你呈报本会一次。好，然后你这边讲到第6项，远传是不是借由购买公司债的方式投资中嘉网路，系规避政府政党不得投资有线电视事业之规定，为何本会仍许可本投资案？
你在第二项里面回答，不是你啦，你们机关，因为你刚才讲说这不是你。最后一句话，法治国家的政府也必须依法行政，不能任意以人民规避法律为借口，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这样听起来很不错，保障人民的权益。那请问主委，徐旭东算不算人民？你所有有中华民国国籍人皆为中华民国国民。对，所以我们可以讲，法治国家的政府也必须依法行政，不能任意以徐旭东规避法律为借口，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我也可以带入你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对，可是我没有钱去买中嘉，我也没有能力用海外公司当人头，然后我有一个 NCC 跟我讲说这个海外公司是人头，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 Q&A 里面一直在强调未来中嘉跟这个远传绝对不会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然后你讲大富案，大富案老板一定会觉得说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方式来处理。我的意思是说，不能任意以徐旭东规避法律为借口，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我想请主委想想看，这是怎样的社会观感？徐旭东当然有他的权利，可是有比例原则在这边吧？当他的社会影响、他的社会形象这么差的情况之下，远传是后面的老板，甚至已经传出要介入人事。就恩熙跟我们讲说，他是人民，我们要维护他的权益。我认为主委是法学深厚了。我知道，我印象中好像你有升等没成功，你还去跟你的学校打官司的，所以你维护你的权益不遗余力。必要的时候。对，当然。那人民的权益相对于徐旭东的时候，人民的权益在哪边？你我也一样是人民。对，当然，可是你也很清楚，你可以尊重，可以不遵守。我的意思说，光是刚才那个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社会对中嘉案有这么多疑虑。谢谢主席。是，我现在疑虑如果有事实基础，我们就好处理了。